大家好，欢迎来到 Rock Studio。 那刚才弹奏的这一段的旋律线呢，是 Richard Marx 的 Now and Forever 的前奏。 OK， 那 Now and Forever 是一首很赞很经典的一首情歌嘛，所以呢，如果你是为一个吉他手想要对女孩子来告白的话，哎，选择这首歌来告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经典歌不能乱选哦，比如说不能选到 Tears in Heaven， 这首歌曲就比较不适合拿来对女生做告白。 OK，好，言归正传，我们来学看看怎么样弹奏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第一个和弦呢，我们按压好一个 G 和弦的指型，然后呢，用这个方式来弹奏它。好，接下来呢，进行到这首歌曲的重点部分，它产生一个双音的垂弦。什么叫双音的垂弦呢？就一次垂两个音。一般我们在学垂弦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对，零垂到一，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两个音同时出现的双音垂弦是第二弦的空弦音以及第四弦的空弦音，这两个音同时拨它，在同时呢垂上第二弦的第一格以及第四弦的第二格。 OK， 我们来慢动作示范一次看看。有很神奇的一个音响效果，对不对？ OK， 不但垂了后呢，接下来你要做个滑音的这个动作。那滑音呢，它刚好也是双音的滑音，因为两根弦同时做滑音的动作。怎么滑呢？平行往右边移动两格，一个两个。 OK， 所以在 G 大调里面的这个你的这个发的这个音跑到收来啊，然后呢 G 大调的这个音，这个应该是拉的这个音就跑到 C 的这个音来了，形成双音的，不但垂弦，而且用如果滑弦，这个滑弦一定要记得把它滑好来，因为呢，你滑过头或者滑不到，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出来。好，来，所以呢，我们来做慢动作试看看哦。然后呢，接下来呢？再一次哦，好，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小节的部分了。特别注意到垂弦跟滑音的这个技巧，对不对 ？OK 呢，滑完后呢，继续弹奏。滑完后的手还是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指型嘛，对不对？然后呢，继续弹奏剩下的音符。哎，这个垂弦高音的哆，小拇指要按压一下第一弦的第三格。这边又出现一个勾弦的技巧，对不对？好，这样的方式呢，你就完成了一二小节的这个旋律线了。那后面小节三四小节跟第一小节几乎一样，再重复一次。然后呢，好，刚刚就是没有滑好的这个动作，对不对？是不是卡到一半？再一次哦，提到说三四小节其实跟一二小节是很像的。 OK， 所以我们再继续弹奏，然后呢一样是垂弦，然后做滑弦的动作，再回来弹这个音。 OK， 这个跟第一小节都是一模一样的哦，对不对？那我
巴的时候呢，这边不用做这个勾弦 的这个动作了，所以只要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好，啊，我们用慢一点的速度把这个前奏这四个小节把它组合起来。OK， 一二小节跟三四小节是几乎是一样的旋律线嘛，对不对？来哦。再一次，好，接下来我用正常的速度再演奏一次看看哦。会了吗？好好练好这首歌，就可以对女孩子来弹奏喽。OK， 加油，成为她，成为你的第一首情歌。